英国有卓别林，日本有志村健，台湾有小凤仙。小凤仙老师，他从母亲的肚子里就认识了歌仔戏，14岁加入歌仔戏剧团之后，就成为他的终身志业。在舞台上，无论是生旦净末丑，每个角色他都诠释得丝丝入扣。台语叫做领扣不斗。歌仔戏国宝杨丽花老师称他为戏状元。他主演的电视剧《大婶婆》连演3档，跨度5年，观众家评如潮。小凤仙老师以嘹亮的声音、精湛的演技征服观众。小凤仙老师的表演是不是非常的幽默风趣？他并以忠孝节义传达戏曲的正能量。在他高龄将近70的时候，在偌大的国家戏剧院的舞台上演出担心救主的郭槐，摔滚唱念，为角色卖力，为观众奉献，获得了高度的好评。你见到跳山丁武镜，严老，我即马才甲你熟悉，我都唔捌你是要咱跳山丁武镜嘛？桂槐，你打头看丁是好人，啊，你都严老，较贪嘛严老，敢有法度搁变呀？哈？皇上啊！好笑！他当时真的将近70岁了。他集编剧、演员、导演于一身，并致力于歌仔戏的传承。我觉得他这一辈子全部奉献给歌仔戏，这是我觉得非常伟大而且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。虽然这个奖来的有点晚，但是在天上他看见，他知道，他一定很开心。老师留下歌仔戏的种子，我们会继续的
传承下去，这是做学生能做的。他凡事以身作则，他的身教无形的影响了同行、学生还有观众。杨丽花老师说，他是杨丽花歌仔戏幕后的大功臣。小凤仙老师终身未嫁，默默将他一辈子的青春岁月皆贡献给唯一源自于台湾的戏曲。他是电视圈的开心戏神，他是歌仔戏的甘草国宝，他是小凤仙。欢迎小凤仙带领人陈明良先生上台领奖。很遗憾的，小凤仙老师在今年的3月17号离开他的人生舞台，由他领养的儿子陈明良上台带领奖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台湾电视公司董事长黄董事长的推荐，谢谢。感谢金钟评审们，还有感谢歌仔戏国宝杨丽花阿姨，你给妈咪机会，让她担任导演的工作，从而发掘她的潜能，赋予她编剧的职责跟传承重任，谢谢你。还有所有广大喜欢小凤仙的戏迷们，谢谢你们。今天这个奖让大家可以看到他对于演艺事业的热爱，还有歌仔戏的热爱是一辈子的。他所演过的每一出剧，所导的每一场戏，教过的每一个学生，他通通毫无保留，都是全心全意的付出，一直都在为传统戏曲在传承，在努力，而今终获肯定。妈咪，这立爷哦。我现在好想你哦，妈咪，我爱你。